近排啊，成日聽到人講監督權喎，話邊個邊個有監督權，邊個邊個又冇咁之類。咁啊，所以同大家講下咧，監督嗰個監字，嗱呢個字啊點樣嚟嘅咧？咁樣上邊其實一個餓字嚟嘅噃，呢個係個餓字，下邊咧係一個器皿個皿字，一個盤嚟嘅。大家都知道餓點解啦，咁啊瞓喺度。咁啊，瞓喺个盘度，你点监督呢？又奇啦，有道理嘅。原来呢个卧咧，就唔系摊喺张床嗰度瞓。有啲古人咧就话，寝于床就卧于机。你如果讲喺床度瞓咧，就要讲个寝，就寝个寝，或者大吉利是寿终正寝嗰个寝。如果你讲卧咧，就唔系喺床上边卧嘅。而家当然要卧床啦，醫生話要你瞓喺度休息，都叫你卧床休息嘅，冇叫你枕床休息嘅，啱唔啱？咁但係咧，古人咧分得好清楚嘅，就卧於機。卧咧係咩咧？喺張機上邊嚟卧。咁呢張機點卧啊？伏喺度咯。所以個卧咧係唔係仰卧，係俯伏。咁啊，點解神字邊就有個人？就作為俯伏咁解咧，人神啊，你做大神嘅，對住個天子，即係對住個皇帝前面，你咪要伏喺度啊！所以嗱，呢個係有個會議喺度嘅，個卧咧就伏喺樹咁解啊！咁你又問啦，伏喺個盤度又點樣監咧？咁嗱，古人咧就好中意照鏡，或者話咁咧，即係想。睇清自己的樣子是怎樣呢？這個都是人的天性的。那未有鏡的人是怎樣呢？找個盤再一些水，那就伏在那裡看咯。那就叫做餓了。餓在個盤上面，那是什麼呢？就是照鏡。所以這個字呢，本來就即是這兩個字來的。現在這兩個字呢，讀鑑啊，是不是？這個字以前都是讀鑑的嘛。其实咧，而家都仲有鉴呢个读法嘅，太鉴咪用呢个字咯。或者以前即系封建时代有一啲政府嘅部门咧，都系用鉴噶咯。啊，管马嘅就叫做御马鉴，专门收啲高官子弟去读书嘅叫做国子鉴，咁都系用呢个鉴字。咁其实呢个字本来就系咁解嘅。呢两个字点解呢？就系镜咁解。所以呢个字本身就系镜咁解。咁啊，而家咧，因為中國啲文字嘅發展都係咁啦，借咗呢個字，我嚟做第二個解法咧，咁啊加翻個邊旁落去，咁咧就表示即係識別。咁啊，點解會加個金字咧？咁啊，古時咧嗰啲鏡係用銅嚟做噶嘛，係咪？所以咧就話以銅為鑑，就可證衣冠，就咁解啦。啊，即係你對住個鏡咧，就可以即係執正啲啊，睇下。點樣啲衣飾咧著得齊整啲？以銅為鑑，可證衣冠；以史為鑑，可知興替；以人為鑑，就可明得失。不過而家咧，就恐怕要以網為鑑，你先至可以知道得失嚇。睇睇你有幾多個 like 啊，有幾多個嬲嬲啊，咁你就知道即係呢啲嘢有冇人中意啦。咁而呢一個咧，現在啊，通常咧就我哋表示監督嘅監啦。咁你可以講咧。你監咧，即係你對住盆水上邊望落去，咁都係喺度監視咁嘅意思嘅。即係你睇翻啲字嘅演變咧，都有啲意思嘅喎。唔該你監督人之前咧，先鑑一鑑自己，照照鏡，睇下自己咩樣先啦。